结果一，显示的是结果取向图，由油分、水分、弹性、色素沉着、毛孔、皱纹等六个因素组合。结果二，是由正射光和 UV 光拍摄出来的皮肤状态，正射光拍摄出来的是皱纹和毛孔的一个状态， UV 光拍摄出来的是皮脂和皮肤色素的一个状态。结果三，是毛孔、皱纹、皮脂、皮肤色素的一个参数大小。结果四，是标准皮肤和客户皮肤的一个对比。点击产品，皮肤类型显示的是客户的一个由仪器测出来的皮肤类型，有毛孔粗大、皱纹、皮肤色素等三个因素。毛孔粗大相对应的产品是欧蕾美白精华液。点击箭头导入，成也医生收减水。点击箭头导入，皱纹，点击产品，点击箭头导入，皮肤色素，点击全选，点击购买，出现购买清单，有总额出现，点击购买，可以打印出客户的购买清单。